这一杯敬多年前的我，而那一幕也一直在我脑中。静能生定，定能生慧，我通过艺术了悟人生，放弃那些既定的终点，不被安排，打破常规，遵从内心，选择那个最真实的你。感谢我的敢为一刻，让艺术从此走进了我的生命，向心而行，不断超越，用我的双手释放那些存在于泥土中独特的灵魂。很荣幸成为第一位在太庙做大型雕塑展览的艺术家，我会更加努力，将更多的作品与美好分享给大家。那一刻的决定成就了今天的我。这一杯，敬成功，敬自己，敬将来每个敢为一刻，敢为一刻，至圣至始。